生命之光，生命之光是以无数真实感人的经历来见证神荣耀的节目。主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本节目由加拿大基督教恩典传播协会所提供，黄大卫、林香荣监制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在生命之光，又在神的恩典中、神的光中相遇。但愿神的话语引领我们走义路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十三节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